第一个是根，第二个上面是口，下面是在书里面的一个心。口心会一，要发出声音的时候在干嘛？当你口心会一发出声音的时候在干嘛？这样，这个意思很接近了。在翻开书本时候，像翻开书本，口心会一要发出声音的时候呢？读，对。翻开书本，口心会议的时候，发出声音的时候是读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第三个，上面呢是。还在洗衣服啊，去拿上来着，退休去他们去买烟，对不对？那一定呢？我不会想太多了，去去去。桥的两边啊，他呢是饰有暗八仙、铁拐吕啊、吕洞宾啊、何仙姑的这些各种法器。你看这个葫芦啊，何彩兰的这个篮啊、笛子啊、芭蕉扇啊，哎，这些台啊，它呢是寓意着什么？寓意着咱们每个人踏过了这个桥之后，就进入了一个仙境，进入了一个没有烦恼的一个世界啊。顶湖峰，坐缆车下山。你龙眼哟，哎，哎呦，哦，车爬上去的走楼。在这上面，这个呢是这个景区上面最特有特别的啊，出阳谷是他写的，但是呢大家可以发现出阳谷的出是不是少了一点？对了它少了一点，但是呢他不能说他到底是他当时忘记写了，还是他当时本来就没写不会写啊。那呢为什么来把它放在这里，而且呢又放在这里给大各位拍照啊，给各位看？因为呢它真正的那一点是太阳从升起来的那一刻从远方照过来，刚好那么一点照到了这个出阳谷的那一点上面，弥补了这样的一个缺憾啊，弥补了缺憾。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些地
方是不是有些破损了、哎，当时呢有打兵，外边的人有打仗，打到这里来，有很多的文物啊，这些文物呢，这个比较老的呢，这个很老了，你看字都已经看得不清了，这些文物呢都要么被搬走了，你看那些字呢。不要扯上钱的哈、哦。对，不需要扯上钱。像我们，我们山里不是有一个文化吗？朋友来了吃一顿饭也可以的，只要你不嫌弃就好。对，像我们在这里干活，我们也没办法的，我们替人家雇佣我们，这个算了。是的，我真想把你带回家。你学学的，你是学家的喽？瞧不看到到底给哪样啊？走这个？你装呀？走，你打把枪装，装给你搂噻。我搞你个，你别光听看，你莫走个，搞你个呀。你个装的，你还修行？我吃把五头八弄个，你瞧不起人家呀？你亲自采访。你打把枪装。我哪个功夫？你给他贴的，我咋没走耶？我他那走的。你高兴啊！我只爱坐两个，你爱坐我个啦。我只爱坐你个大坡啦，啊！我只爱两个个山啦。你哪个阿瓜个看我八个？你哪个走来个山能够？你哪个走？我哪个走来？要先认清嘞，分分钟做做差，做你差，几个把就差干净哟。无啦，无得想咩？后边只咧在笑你，哪念哪笑？你讲一讲，以前坐过个，咱坐两个啦。啊！一个咧较甜啦。你讲要坐较大坡啦。我你个是个酒了，这个你就吃过的，哪个托这个酒的呢？上来上来，我你也酒了个。哎呀，我才翻译呀。阿公阿，快别走，你看两杯酒了。
再用一元的，你话人都要你六万。你讲价一样的。哎，人多得要哦。